在这个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先点下那个订阅，因为此频道即将每一天都会出新影片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浪哥。这一次呢，要来玩这个以前把很多人给玩疯了的游戏，叫做 Cat Mario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游戏？听说是非常的难，听说真的会难到你疯。虽然我不觉得有他们说的那么难呢、啊。就废话都不多说，来开始试试看。游戏就基本上像 Super Mario 这样咯 ，Super Mario 这样子罢了，你就要过关罢了。哦，我记得我以前有看过一些 YouTube 玩，可是已经不记得了，好多年前了已经是。哦，这个是怪物吗？怪物来的。OK， 跳过去。哦。这走路好快哦！这边过去，哇！没事，死一。这种游戏肯定有个可以破解的呀，并不是那么难。就比如说，好像我刚刚在那边死掉，现在我知道了，所以我就可以。啊，你看。就好像每一次我死掉，我不会死第二次了，因为我知道了。同样的地方我不会死两次。如果这样子维持下去的话，通关也是时间的问题。哦，那个蓝色的是什么？这个拿来干嘛的？不知道，不要管它先。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呐、啊，我觉得现在的 YouTube 太夸张了。讲这个游戏有多难多难的，有那么难吗？没有啊，有那么难吗？没有啊。好，那边我知道了。我其实是很小心玩的，这里不能下去，因为会有那些隐形的。我啊！你不是在逗我吧？我操你妈 ！OK OK， 这里不能掉下去，我知道了，没有问题的。反正呢是有无限的命的，所以一直重玩，肯定还是可以过到去。哦 ，OK， 这里不要掉下去，跳过去，啊，没有什么问题啊！我操你！没事，这就跟人生一样了，你每经验一次呢，你每失败一次，你就会越成功。对，所以要多一点失败，知道吗？因为每失败一次，你就会越成功了。这里要小心，那四只怪会掉下来。OK， 来了。我知道它会掉下来，可是我来不及走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来不及耶。OK， 没问题。OK。刚刚差点掉下去了。OK， 这里的四只怪物我真的要反应快一点。哎，没有来的，干你呢，逼，傻逼啊！嘿，哈哈，我要通关了。这里应该没有什么陷阱了吧？求求你哦！过关了吗？没事，每经验一次，我就会越来越强，就像人生。
OK， 这里不能再犯错了，我不能再掉下去了，走慢一点就好了，不要玩得太快。啊，这次这怪物真的要快一点才行。这游戏有这么难吗？没有可能的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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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音乐蛮好听的哦。啊，嘿 ，OK， 我知道我要干嘛。OK， 我要跳过去。OK， 准备好了吗？我操！不可能！我这里我要干嘛 ？OK， 刚刚有一只东西飞过来，我要怎么？我要怎么过这边？我不知道哎。哦，我躲开那只东西了。现在呢，只要跳过去就可以了，应该是。What？ 我可以跳回上去吗？我不能动啊！没事啊，没事的，真的，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大问题罢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OK， 我已经完全知道。完全知道我要怎么过了，所以并不是问题。一直重玩，一直重玩，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，太美好了，实在是。好，没事。来吧，我要躲开那一只东西。现在要跳过去罢了，就那么简单而已啊！我跳进去啊，过去对面吗？喂，不要告诉我要掉下去哦。一二三。我为什么我会想着，为什么我会想着要掉下去？我也太笨了，我应该去拿那个旗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在想起我应该去拿那个旗呀、啊，我不应该掉下去啊。OK， 再来就好了，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OK， 嘿，时间的问题罢了。哦，你不要掉下去哦，我跟你讲哦。
下集继续。